来，先看后手，不然没感觉，看一下嘛。嘿嘿嘿，那真的是人有多大胆，那地有多大产，那没得做不到，那只有你想不到。不装了，摊牌了，哎，核酸也出 VIP 了。我觉得你那个服务少了的嘛，光是个包年可能320不得行了，可不可以直接包夜？处理结果全部都是阴性，你还单间16块，我一天在屋头关起，我一天找得到16块钱不哟？都是能够迫不及待吗？啊，吃相需要能够难看吗？你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真的是哪个人才想出来那个馊主意？哎，真好。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你让一个卖山的人去决定天气，那那个天气好得了吗？你一旦开了那个先例，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像别人手里面的把戏。哦，忘了，最后想问你一句，你那个业务包不包账，开不开发票？你给老子跑！抖音。